一开始开场就说我们你开的开单克黑的歌单叫做 She's Gone， 我们现在我们从 She's Gone 开始本节目，必须要澄清，你不管等一下会不会跳到这个坑里面，一定要讲这不是我开的，也不是季炫开的，不管招爸如何放冷箭，我跟你交心，这真的不是我开的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对对对，我相信没没没，我说的不是，是他开的，就是他，你们两个现在话救命嘛，不好门已经关起来，记者也不在现场，不会有人帮你放这些幕后消息的，所以节目就从刚刚那个 She's Gone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要从哪里唱啊？你欢喜的再一次哈。我们酝酿了五十分钟，就为了这五十秒，你写受不了。等一下，前面唱的那个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还有《Making Love or Nothing at All》，都会播，还是很好听啊。